马上进行我们歌迷俱乐部，今天要介绍我们所有参加队的这个学校团体。首先介绍的是上面那个是什么学校啊？光启高中。今年来势汹汹啊。这一群是光武工专。光武工专，欢迎你们啊。这个坐在地上的是启文高中。启文高中好。上面是美仪科啊。今天马上要介绍我们一对俊男美女，他们就是很去珍惜之间的感情，所以来到我们之间节目现场，一起来欢迎张信哲、苏慧伦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谢谢。这个我刚刚讲要珍惜这一份感情，就是大家也算是朋友。对，虽然不同一家唱片公司嘛，哈，同一家发行，现在没有了，以前是同一家发行，所以要珍惜这份感情啊。当然，这个苏慧伦呐、啊，跟张信哲是永远联想不在一起的，但是给观众感觉好像又是俊男美女的搭配，青春啊偶像的这个。我怎么跟谁都可以搭配？是啊，你算是比较复杂的一位。这个听说苏慧伦呢、啊，以前呢，她是主要是拍戏的，根本没有想到要唱歌嘛，是吧？我是念戏剧科。戏剧科，你看，没想到戏剧一点都没有发挥，跑来唱歌。有啊，有发挥啦。哪一部戏？只要为你活一天啊。啊、哦，谢谢啊啊啊啊！是这部电影是吧？啊，喜欢拍戏还喜欢演戏啊？喜欢唱唱歌，都喜欢，都喜欢了、啊。嗯，现在唱片无心插柳柳成荫了、啊，歌没想到卖这么好啊。嗯，为什么回答问题都要考虑那么久呢？怕有陷阱是吧？那张信哲呢？啊、你以前是也是戏剧科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以前是英文系的。英文系的，欸、那应该出西洋唱片啊。有出了一张。好了，我、哦、不唱了。My I Dog You 。那你最想演什么角色的？狠一点的。狠一点。慈禧那样子。慈禧那种。嗯。样子都不像啊。所以才需要磨练啊。是不是比较适合演可怜的女人呢？可能看起来像。像啊，就像那个日本的阿信啊，对吗？嗯。很可怜，被人欺负。不过有时候泪腺是蛮发达的。是啊，演可怜的女人，你呢？我啊，我大概是演那种快乐的男人。对啊，蛮快乐，风流倜傥的男人，像徐志摩啊那种。哦，有气质的那种。欸、对啊、嗯，他很像啊。那种叫快乐，每天看书会快乐。人家有恋爱史啊。有啊。徐志摩跟陆小曼爱的多，爱的多么有名啊！这样。徐志摩跟陆小曼。曼对啊。哎、欸，那你就演陆小曼好了。我又被跟他凑在一起了，这样。他无所谓，反正上节目就是要无所谓。上节目就是要凑在一起啊，要不然就单独访问了。好了，我们单独访问好了。是，我谈到张信哲最近应该有交女朋友了吧？没有哎、欸。那你呢？我也还没有碰到合适的男孩。林强呢？林强啊，跟我不合适。林强很色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大概吧，没有出卖人家啊，那这都没有跟你这个邀请你吃饭干嘛？没有，那你自己要检讨一下了。来，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来我们这个来到我们这个歌迷俱乐部，我们希望观众朋友呢已经很久没拿摩托车了，两位帮帮他的忙，带回黑白车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先听听音乐，第一首歌。来，那位，不要爱我，我会伤你的心。什么学校啊、光启勇，谁的歌？梁朝伟。哎呀呀，真是啊！恭喜你，请坐。啊？谁的歌？恭喜你，啊，请上。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缠绵？好，不错不错，唱得好啊。来，第二首歌。
谁的歌？你看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头发为什么绑得那么滑稽？来，什么学校？志明高中。恭喜。我看你爬起来很困难的。来，到这里。看时光飞逝，我祈祷明天每一个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要紧张，他说他好紧张，他 key 好高，来来来，来好好唱一下嘛，唱，来大家笑一笑，来，来。干嘛？我祈祷明天，看时光飞逝，我祈祷明天，每个小小梦想都能慢慢的实现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看时光飞逝，我回首从前，曾经是莽撞少年，曾经度日如年。哎，恭喜！好，第三首。讲话声音那么小的男生呢？什么歌？难以抗拒你的容颜。好，请出来哈。My eyes stalked you.你依然在我心上，是情与手转眼间不在，也在有些事。喂，你难以抗拒，不再难以相连。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挂在写给你的心中，期望你能留下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抗拒，不再难以相恋。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挂在写给你的心中，期望你能偶尔回到你微笑的容颜。好好好。他说这次没声音，他说这次也没声音，只有音乐停下来就有声音了。好，三位了，我们开始要猜拳了。来，一起预备开始。黑白切。黑。人家说，人家说胖的比较有福气。人家，哎，第三位，张信哲给你。那没有一拳赢的，太烂了，来。
胖的女人都有福气。啊，就你赢了，你来。抽到球之后呢，不要看号码，来，苏慧伦来哈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抽到给我，给我。我也不知道，哎，大小你们自己选的啊。他要比这个球的号码大，那我们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是个号码，如果是一号，他就偷懂啊，不好洗啊。好，来，来，请开始转。这八号真是啊，真是。别说胖的女人不一定有福气。我好了，冰箱，我们请今晚来请。哎，我们介绍的新歌叫做《六月茉莉》。六月的茉莉梦。茉莉梦，你呢？爱如潮水。爱如潮水。好，谢谢他们两位。谢谢。